in reflecting the sun, or make a bed of green atop a wide open scene. Under a canvas of blue, I would draw ever nearer to you, to feel the dew on your skin. That is how it would begin. For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准备要在整个大丘市内进行逛一逛，然后就在大丘的中区啊进行一个小游，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吧。然后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庆尚精英公园，然后就我们现在再逛一逛，好吧？走，走，走。哦，其实大丘今天还是真的还是挺热的，对吧？对对对，热，很热。韩国最热的地方。认同。对，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叫庆尚精英公园。对，其实在朝鲜时代呢，庆尚精英公园它是一个监狱，然后后来呢又改成了地方的观察室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的地方，还有一个住宿的地方啊。然后你看这个点，这个叫澄清阁，然后它是当时的那个庆尚道的观察室的样一个居住的地方，这个是居住的。然后呢，这边呢，这边是他办公的地方。就是着了火以后，然后就在1807年的时候，然后又重新修建了一下，然后就直到1970年呢，然后在这里边就建成了一个重新修成了一个公园。是，是这样的。其实他这边还是这个公园。这个建筑和那个建筑，澄清阁还有一个是宣化堂，其实作为韩国的一个文化在保护的。哦，对，这也是一个文化遗产，韩国的。对，我们到那边看一下吧，那边有个钟，是什么？哦，这个亭子很漂亮，对，真的特别漂亮，感觉很凉快的样子。这个钟有什么？然后现在呢，就是不是这个钟了，然后变成了2.28公园那边有一个更大一个场所，然后在1月1号会那个击打它来开启新的一年。的确，好吧，那边有喷水。我们的步调是太快了吧？对，对，稍稍有点快。这边喷水。这边喷泉真的是挺漂亮的。哦，水好干净啊。我们看一下水吧。有那个有彩虹。哇，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哇，你真好。真的，对。热舞热舞。对。是那句话吗？水之清则无鱼。哦，对，应该是。哦，这个树也好高呀。原先这个庆尚精英公园，其实它是一个占地面积很广的一个地方，但是当时就是在重新修建的时候，它把这个整体的规模缩小，因为城市的规划还有道路的修建，所以说虽然这个规模小了，但是就是它该保存下来的东西就是都保存下来了，的确是的，还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而且。有很多椅子嘛，也很方便休息，对，休息一些。而且像早晨的话，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老人家或者说年轻朋友会来这边散步了，休息休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办公的地方，对，办公。Thank you.
这条街呢是就是大邱的这样的一个手工鞋的一条街，然后之后就是像一些自己如果想定做的话可以到这里定做去，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乡村手工皮鞋的一个中心博物馆，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嗯，好，走，好，一起走。都是女生的天堂，你看都是漂亮的高跟鞋，看看有没有我能穿的。而且这些高跟鞋真的行，像这种配色了什么都好，就是它的设计就是非常时尚。哦，那个白色的我可以穿，很适合你。就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穿。对，像男生的话穿正装的话，这个倒也挺适合。对，有点。有点正式，对对对。那这边有那个女生用的这种，这有点像现代。那边那种鞋，对，对，对，这两双倒有点像现代，现代风的。对，就是每个鞋的，就是样式，它都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名字的吧。就可能我们外人看来，就是不是很懂，它只是一双高跟鞋，但是在专业的，就是匠人的，就是他们这专业领域的话是不一样。这可以照一下，我照一下，然后以后买鞋的时候就是我要什么样的鞋。对，是这种情况。你看它后面有那个跟的和没有跟的，有帮没有帮的，对吧？然后这边是男生的这种鞋。那个好适合你们的鞋。这一双好像我也有。的确。对，就是其实对于男生来说，就是一个好就是一双好的皮鞋，就真的很加分。因为有的时候，的确，男生要看手表，然后还要看就是他脚上穿的皮鞋，女生也要看高跟鞋，对吧？鞋可能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帮助你走路的一个东西，可能更是一个。身份啊，或者比较你身份的一个代表。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说，一双好鞋可以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的确是的。这些你看是以前，哇，真的是。以前就是他们在那砸那个就是鞋的那样的一个机器，对吧？好有历史感，有没有？对，就感觉就是有很多，有没有真验的？有没有真验的？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它危险，然后现在已经。然后看着这边的工具，这边可能就是修鞋的，就是修鞋的一些工具了。这是磨鞋的，逛了就是这个手工鞋的这个胡同以后呢，然后我们一直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乡村文化馆，在这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大邱的文学馆和乡村的文化馆，非常具有那个历史的意义。大家如果以后来大邱玩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地方参观一下。对，我们进这里边看一下吧。好，好吧。
아그리고제가콩고수这个是就是那个扁饺子，然后这是炒年糕，这个是大邱韩国比较有名的那个蜜肠，对，嗯，像我们吃不惯的有很多，哦，对，但是我很喜欢吃这个，我觉得它那个食感会比较好一点，对，暖暖糯糯的那种感觉，而且它的烤，对，我们家乡我是东北的嘛，然后家那边真的有这种，就是比较，但是里边是那个糯米。但是它这个里面是那个粉条，嗯、的确是、嗯，但是样子都差不多。嗯、我有点吃不惯它的那个咸的那个味道。啊，那一会儿你多吃点豆包饼，豆包饼和那个。好的，没问题。对，哇，맛있게드세요，선배，맛있게드세요。喝了水就别上去了。啊，尝一尝，尝尝，快尝一尝，尝尝。잘먹겠습니다，맛있으세요。嗯，我先尝个饼。好，我先尝一下这个，放在中间，大家一起吃一下。我感觉这个鱿鱼很新鲜，而且就是它跟韭菜一搭配起来，更好吃的。哎，蘸这个酱也不错。我觉得上次我去爬那个八公山的时候，嗯，那上面它就有卖这个，是吧？超级好吃，特别好。很香，这就是有名的扁饺子，对吧？对。我刚刚就是吃这个，我感觉特别好吃，而且它是大邱比较有名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大邱有一个十个非常好吃的食物，其中就有一个是它，所以我又点了一份，再喝茶。哦，要卷着吃吗？对，可以可以。好，괜찮아요맛이哦，嗯，这个和这个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带酸味道。啊，它里边的就是酱料是不一样的，嗯、对，酱料不一样的。我也来尝一尝。在中国好像没有就是差不多的食材。的确的确。就是好像我们的饺子皮好像有点像。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它这个就是非常软，而且就是它外面里边很软，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就是酥比较酥的那一层，是吧？嗯。而且酸酸甜甜，挺好吃的。啊，它那个。酱汁也调配的特别好，对不对？两位强烈推荐这个，强烈推荐这一道菜。好吃哟！来，여기입니다。감사합니다。结算了。22,500원요。네。22,500원요。네。네。3만원드릴게요。그러면 7,500원 드리면되죠네7,500원요네감사합니다 네, 네잘먹었습니다안녕하세요지금프렌즈가요반지나그반지나그목소리가 네, 네, 네그프렌즈가체인이에요체인와와네플랫형체인로코인아이런요거는양면인데돼지물면이제광모광아모광조금세련됐어요와네목걸이제품팔찌도마찬가지로이렇게체인과아요즘이런스타일에좀인기가많죠就是男生戴的女生女生보시면아이거아이거는금이에요이거써봐도되나요그럼요잠시만요접목이엄청가느시네요 아우조금사이즈는큰데 、네、맞게조정、네、해서착용을하실수있어요예쁘다네이거금모로네 18K 골드예요 18K 골드네이런디자인이런디자인이더들어가니까네
와예뻐요네이런체인류들이요즘에되게인기가좋아요哇，真的很漂亮！我男朋友要是有点眼力劲，应该也会给我买吧。哇，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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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看。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很特别，对，很闪，对。这个就很大方，对，就很大方那种。男朋友会给买吗？哦，男朋友会给买啊。이게화이트골드인데요보통화이트를실버컬러라고생각하시는데 、네、 그건이제도금이들어간화이트골드고요 、네、 얘는리얼화이트예요도금이피지않은전혀의화이트컬러독특하죠 텍스처가되게독특해요네참와참멋있어요네만약에여자친구분이있으시다면네네아있으세요 여자친구아니고아니에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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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한번해보고싶었어요네짠아심플한데 My heart's been ripped wide open So many mixed emotions It's like I finally noticed I've been set free I've been set free I spent a lifetime running Fearing what I'd become if I Stopped playing goalie on all of my thoughts yeah, Speaking out straight from my heart But now I see But now I see Oh, I see this love is taking over Breaking through my chest and overflowing With every single beat it pulls me closer Closer to you I'm never gonna hold back being someone to lean on I'll always be that 2 AM phone call when you need one When everything To show it Now my whole world's in motion I feel like Fred but in my neighborhood yeah. Call me and I will make sure to set you free To set you free Oh I see this love is taking over Breaking through my chest and overflowing With every single beat it pulls me closer Closer to you I'm never gonna hold back being someone to lean on I'll always be that 2 AM phone call when you need one When everything in life is getting harder to shoulder I'll be your soldier My heart's been ripping wide open吃饭的夜市场，然后之后呢，我们现在把就是行李放在我们住的地方。啊，好，好，那于洋，你在下面稍微等我们一下，我们马上就下来。你在这边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微自己逛一逛。行，我在你们那个大堂看一看，有什么可以看的。好啊，行，好的，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拜拜。
我们现在到了我们住的房间302号。OK， 我们打开吧，跟我们的镜头一起进去看一下。哦，还挺不错。看一下灯，好，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住的地方。非常宽阔，哦，其实非常大哎。哦，这里边有床，哦，然后这边也有空调和电扇。嗯，Hello， 看一下洗手间。好，我们来看一下洗手间。洗手间也是很干净，很干净。还有自己的保险柜，这些不是保险柜，是储物柜，还挺不错的。我们接下去去找小圆吧。吃好吃的吧。好，走。我们来到了七星市场。这个市场是夜市，每天晚上6点开始营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店其实已经开门了，它在营业了。예쁘게만들어주세요 5분에서10분정도걸려요 네 And your smile is the icing Loving you is a part 받았어요감사합니다와맛있겠다이거좋다When you take my hand and I am under your spell Baby, I crave your affection When I stepped in sweet confection Whether spiked or sparkly You make me tipsy and bubblyIf you're dessert, I want the last course first. Oh, how I love. 옆에있는고상맛은장애찍어드시는거죠? 네, 가위가 너무 감사합니다. 네, 안녕하세요. 네, 안녕하세요. Addicted. Oh.
Baby, you crave your affection. When I stepped in, sweet confection. I need your my sugar. OK, 那我们明天早上9点在我们住的地方见，好吗？好 OK， 行，好 ，OK， 拜拜拜。정도벨벳 다음 갤러리라고 해서 사진을 찍었는데 사실은 포토존으로 다 만들어놨다고 생각하시는데 여기도 얘도 모형이고요. 앉아서 이렇게 예, 찍으면 아, 진짜 예쁘게 나오는 그 다음에 이제 네. 우리 이렇게. 한국에 그렇죠. 이렇게 사진 찍으면 이렇게 나오는 그 다음에 제가 한국에 전통 문화에 보면 나이가 주는 의미가 있어요. 그러니까 오래 살고 그러니까 무병장수하고 돈을 많이 벌어도 있는 부자가 되게 하는 그런 의미가 있어서 벨벳으로 나비 이렇게 프린팅해서 장식을 해놨습니다. 차양막 할 수 있게. 아 이것도 다? 네 벨벳입니다. 모든 게 다. 예전에 동이부터 시작해서 지금 뭐 MBN에 하는 보쌈 드라마 네. 뭐 도깨비, 신사임당, MBC 다 그쪽에 잠깐 협찬 들어갔었거든요. 주로 이렇게 보시는 것처럼 이렇게 동풍 고려 세트 이게 전통 한국식 스타일이거든요. 네 이게 이제 전통 왕복이랑 왕비복을 입고 이렇게 사진 네. 찍으면 포토존 네. 예쁘게 나와요. 이런 것이 전부 다 벨벳으로 출력이 가능합니다. 그래서 이제 하고 싶은 그런 그 뭐 벽지나 아니면 사진 있다면 이렇게 다 벨벳으로 하실 수 있고요. 보시는 블라인드, 네, 뭐 위에 조명 등 가구 전부 다 벨벳입니다. 네, 다요? 네네, 다 만져셔도 됩니다. 이렇게 다 부드럽게 되어 있고요. 아 이거 진짜? 네네, 벨벳입니다. 갖고 싶다. 예쁘죠? 2012년부터 해마다 패션쇼를 했고요. 네. 2018년도부터는 이제 미인대도 했었거든요. 근데 이제 19년도에 코로나가 되면서 아, 못하게 되었죠. 그래서 여기 보시면 바람과 함께 사라지다라는 영화가 있어요. 아시죠? 네. 비비안 리가 나오는. 거기에 스칼렛 오하라가 그 드레스로 만들었던 그 그린 벨벳. 그린색 벨벳을 약간 모티브로 해서 이렇게 드레스를 만들어줬고 여기에서 사진을 촬영해도 되고 네. 입고 싶으시면 네, 체험비를 물론 있지만 입을 수 있고 네. 오늘 많이 감안하시겠다면 저희가 특별히 뭐 하나 드레스 하나 정도 입으셔도 돼요. 아, 근데 이제 네네 네, 네. 이렇게 자 이렇게 되어 있고요. 요런 화장대 세트도 벨벳 만져보시면 다 이렇게 벨벳을 만져보시는 게 네네. 네. 벨벳으로 안 하는 게 없습니다. 진짜. 네 하고 이쪽은 저희가 뭐 한 4명에서 7명까지 밖에 이제 회의 같은 것도 할 수 있는 그런 장비가 다 되어 있어요. 이렇게 또 비만 없고 스크린 내리면 되고요. 다 되셔서 그런 모임을 하셔도 되고
빨간벽지뭐그림다벨벳이고요오늘이제저희가삼국시대의상을재현해놨는데요거위에요거위에바깥에이런그자막이있습니다그거를입고하시는거예요아주좋은데그렇게되어있습니다아이제여기보시면저희가이제벨벳협찬하는네전도看过你看过吗看过我肯定没看过야뭐거기서도있는도깨비가죽은봐야지이렇게한다음이제내려가겠습니다이친구는饭类的，这是冷面类的，然后呢，这个是那种锅的，有那个牛排骨锅，然后还有这些是肉片啊什么的，也是一些。行，好，那我们点冷面，冷面拌饭我觉得也很快，那就看一下冷面吧。我冷面，冰冰冰冰面也好，也很好吃。卤冰冰面。那我冰冰棒。冰冰棒。那不是冰冰棒。我吃一个冷面吧。那我就点一份卤冰冰面。可以啊，多少冰冰棒？一个。我要吃这个，可以。对。不是放。来。Shutting it down when I pop out. Riding downtown with the top down. Sun's got everybody out now. Yeah. Riding with my girls, looking so good. Playing my song, feeling so good. 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烤年糕的店，听说是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店，就是看一下。好。家烤年糕。原先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我听说就是人特别多，需要排队。然后现在可能因为疫情，然后之后就是那个，等疫情过了以后，可能还会有多一些。腿跟毛是熟的，非常好吃啊！特别好吃，强烈大家推荐来这一家。
我之前吃过的这个就是炒年糕都是比较细一点的，而且比较短。他家这个就是炒年糕就比较粗，而且就是听说是拿那个糯米去做出来的。我来尝一下啊。哦，有点热。就是跟那种就是外面卖的那种细的炒年糕是不太一样的，它里边能吃出来有大米的那个味道，糯米的味道，还有真的很软。大家如果来大邱旅游，室内旅游的话，我觉得可以来尝一尝，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亲民，不是很贵。这个市场叫闪电市场，就是为什么说叫闪电市场呢？因为它每天就是只有就是在以前啊，只有在凌晨的时候才开，然后天一亮了就不开了，所以说就是当时就取名为闪电市场。然后这个市场呢，从以前一直留存了下来，然后之后现在呢，就是都是正常营业的，白天也可以。韩国水果是比较贵 的，对，然后这里的水果还蛮便宜的。对，这里像一个就是批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水果的价格会比外面要便宜，我觉得能便宜就是差不多五千韩币左右，这个。如果大家就是在韩国想吃水果的话，可以，对，你看，就是它这个包子，就感觉每一个都很饱满了，对吧？天哪！哦，然后之后还有西红柿。这种天气就应该吃点儿，对吧？
这里边看起来真的挺大的，就绕过来了吗？对对对，就是从外面看，就是它的门脸比较小，但是现在一看，哎，它这个地方就是挺大的。来来来来来，来红的红的，来来，我这有一个，老李家，哦，这边是做海鲜的，有点味道。这边是有卖海鲜的，鱼啊，还有一些什么？哦，这个味道有点大，就是。没关系，这很正常，海鲜的独特的味道。我是属于那种能吃不能闻。如果说严重点就矫情。还是亲的吗？嗯，就是咱们如果去别的国家旅游的话，就是去那些有好吃的地方啊，或者很好看的地方，当然也很好。然后咱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是怎样的，这也是一个就什么市井文化嘛。然后可以就是可以看一看韩国人到底是怎样生活的，而且就是这边的东西还都蛮便宜的。如果说是有就是住的地方，就是可以吃东西的话，也可以买回去吃。嗯，就是逛这个市场也是体验韩国文化的这样一部分，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确实是的，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韩国，你看他卖的东西都是一筐或者几个，它是多少钱？他不去称这个重量，是吧？但是中国呢，它是按斤称的，对。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韩国和中国的就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对。然后是的，对，你看他有的买那个苹果，五个苹果，假如10000韩币啊，但是在中国的话，它是就是按斤称。嗯，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对。两天一夜的大邱之旅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大家来大邱玩哦，我们在这里等你啊。대구로놀러오세요。S。